最敬爱的秀才老师啊，陈老师，还有刘老师啊，还有刚刚这位也姓刘，刘老师啊，还有我们台湾澳门科大的同学，大家午安。啊，没有发下来。没关系，那那个。好，我很高兴呢，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年轻的这个青年的创业、创新创业。那么我想这门课啊，事实上我在台湾很多大学，还有包括这个澳门、香港、内地啊，我都演讲过。在两个月前吧，我到澳门大学，到那个刘全生院长那边啊，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曹光标学院，对，曹光标学院也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演讲。那我想，在上去年啊，前年我们澳门的青年创业协会啊，也就是那个斯利亚，斯利亚弄那个青年创业协会呢，他也请我来去做了一场演讲。那当时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澳门青年创业的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这个初浅的了解。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这个创业啊，年轻人的创业事实上是全世界的一股热潮啊。那么很多人都很想创业，可是创业要怎么创，我觉得要先从究竟怎么样能够让培养年轻人的创意来谈起啊。好，下一页。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大概分成三大块啊。第一块我先讲青年的创意啊，然后谈一谈国际的创业的趋势。第二块呢，我讲这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跟商业的模式啊。第三块呢，我讲这个政府能够，或者说我们讲政府跟企业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配套措施帮助年轻人创业。那么最后啊，我会留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吧，来让这个我们在座的同学呢来分组。我大概分成三组好不好，我看人大概分成三组。到时候会有个竞赛，我会提出两个案例，两个创业的案例啊。你们听我讲完课之后呢，你们看这两个案例，然后你们来做选择。现在有三个投资团队，假设你们三个投资团队，对不对？创投团队，你们来觉得说这两个案例，这两个计划你会不会投资他，然后要讲理由，然后最后我们会三组当中会得到有一组是冠军队，好不好？然后老师会有奖品，好吗？好，奖品是一个红包，好不好？好啊，在这个在于奖励的哈，红包就是5块钱，5块钱美金哦，是美金哦，不是澳币啊，那个红包是台湾很特殊的一个红包啊，反正就是等于是一个激励奖金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创业竞赛啊，大家来脑力激荡一下啊。下一个，这句话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关键词，来，各位跟着我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来，全球大海，全球大海，再一遍好不好？你好像还没吃饭是吧？再一遍来，全球大海，全球大海，不变革无名史，这句话谁讲的呢？这个是 Joe Kaper。 Joe Kaper 是谁？他是美国这个在纽约的一个广告时代的发行人，他是可以说是美国广告界的教父。他观察美国的广告业30年，他得出这样一个经验：如果你不跟着环境的变化能够与时俱进，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消费者的需求，那你就被淘汰。啊，广告界是很现实的，对不对啊？这个不见得在求新求变，所以不要光讲广告业了，我们讲很多行业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求新求变。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我想我很喜欢讲台湾的广告业。台湾广告业30年前的主流是什么？各位知道吗？台湾广告三十年前的这个主流是什么呢？是用，你不晓得你们，你大概没什么印象。30年前台湾有一个广告叫做
绿油精，绿油精，你爸爸是个老妖精，有没有？大同，大同，我摸好，大同电波有没有？大同知道吗？那个就是用唱歌在卖产品。所以30年前台湾的广告业是以唱歌来卖广告、卖产品。30年后的广告的主流不是用唱歌，是用所谓的什么搞笑的方式来呈现。搞笑就是最后的结果让你觉得哎很出乎意外，怎么这么搞笑啊？那它是搞笑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这个广告给你有一个觉得很欢乐、很有趣的一个印象，让你去讨论说，哎，这个广告为什么好笑？你要去思考，这个广告想在卖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广告啊？引起你的注意，所以它第一步就引起你的注意。好，所以我们讲，不变革无因死，不改变就会被淘汰。来，我们再一遍啊 ，Change or die，Change or die。下一页。其实不管各行各业都一样啊，因为你如果要创业，你必须一定是面临到这两个，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所谓的自由化。来，全球化，全球化这个字我们只看前面这一半，这个字叫做 global， 一起来 global， 全球的哈、啊，然后呢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全球化。造成我们在创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上的革命，就是说过去我创这个业，我卖这个产品，我卖这一罐啊，我只是在跟澳门本地或跟广东的厂商竞争。可是全球化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卖任何的饮料不是在跟本地的厂商竞争，你还要跟什么？跟外国的厂商竞争，对不对？你的产品要能够打败可口可乐，要能够打败其他的这个外国的这个知名品牌，你才能够生存。为什么？你可以卖，别的国家的公司也可以来卖，对不对？所以全球化是这个概念。就像麦当劳，各位知道麦当劳吗？对不对？麦当劳，这个全世界都有麦当劳。所以你不可能阻止麦当劳到澳门来卖啊。那你要怎么能生存呢、啊？你要卖的东西就必须要有特色，对不对？才能够吸引澳门人的特色啊。所以全球化这个概念很重要啊。第二个呢，你要创业，你也必须要注意这个概念，叫做自由化。来，我念一遍，后面这个第一不看啊，我们只看后面这个。来 ，regulation。regulation 管制，但是你前面加的第一呢，就是这个字根就是减少、去除的意思，对不对？比如说 decrease、decline， 有没有？就是慢慢减少的意思。来，我念一遍 deregulation， 慢慢去除管制。那去除管制是什么概念呢？当你越来管制越来越少的时候，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就是竞争激烈。游戏规则不断的改写，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以前这个快递业者有没有？快递有没有寄包裹？这个 FedEx、DHL 啊，快递业者在20年前、30年前，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们知道快递是一种服务业，对不对？是 service industry。那20年前、30年前呢？你要寄快递的话呢，你是消费者要把你的快递的东西拿到我公司来寄，对吧？到我的店面来寄。结果有一家业者他打破游戏规则，不用，你不用拿来我，不用拿来我公司去，我去你们公司拿，有没有？我到你们家里面去拿，叫做到府取件，到府送货。有一家业者改变游戏规则，请问其他要不要跟进？要不要？你不跟进怎么办？就没淘汰，就没市场了，是不是？就没市场了。手机业者也是如此。各位，手机业者有一家说，从今天开始，你只要办我的手机，绑约绑2年，对吧？你办我的手机门号，绑约2年，手机1块钱，
有没有零元手机、一块钱手机？请问其他业者要不要跟进？也要跟进。所以这游戏规则不断在改写，它的条件不断在改写啊。那么资讯定位越来越畅通，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网络媒体啊、社群媒体啊、新媒体，所以很多的消费者都非常的挑剔。然后呢，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产品周期缩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去思考，你为什么创这个业？你创业的结果能不能够吸引到消费者愿意拿掏钱给你买？听懂我意思吗？我看到很多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他有充满了创业的热情。他说：“老师，我有个专利耶，我有个东西，我有关于一个专利哦，那专利可以让我这个什么这个很方便刷牙的时候啊，就不用怎样怎样了。”现在很多的这个专利，可是问题是呢，你要去思考你的专利能不能卖钱啊，对不对？你的专利能不能够商业化？啊，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啊，这创业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定哪些东西，下一页。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创业家 Mikoski 曾经说过这一句名言，来，我们请各位帅哥来念一下。你坐着讲。身为创业者，你一定要有创意的，让自己能从众全 从生喧哗，从喧让自己能从众生喧哗中被听到。能不能再念一遍？好，这个创业精神很好，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刚刚因为我的这个字认不太清楚。OK， 身为创业者，你一定要有创意，让自己能从众生喧哗中被听到。好，还有几次？十年前 ，Sorry。Mikoski 十年前 Mikoski 创办了Thomas 制鞋公司，打出消费者向该公司买一双鞋子，公司同时会捐出一双鞋子给需要的人。彭博商业周刊报道，挥舞着慈善的大旗， Thomas 至今已经捐出超过2500万双鞋子，引领了同理心消费主义风潮，不少品牌纷纷效仿跟进。好的，来，帅哥叫什么名字？啊，新小杨。啊，新小杨。新小杨啊，小新好，不错。这个虽然他精神可嘉，他决定的不好再来一次了。这个呢就是创业精神，懂不懂？创业不怕失败。啊、哦，通常创业十个里面九个前面是失败的，那最后一次成功就好了。他成功一次，他就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好，这个 Mikoski 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所谓的社会企业家。他在28岁的时候啊，他跟各位一样，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不晓得人生目的在什么地方，于是呢，他就放空自己，他决定呢，我也不就业，我也不创业。我就到中南美洲去自助旅行，当背包客，知道背包客就是自助旅行。到中南美洲去旅行的时候，到阿根廷跟智利，他就注意到了那边很多小孩子啊，很喜欢踢足球。但是他发觉到那边小孩子啊，踢足球的时候没有穿鞋子，因为穷嘛，他很好奇。这踢足球的小朋友呢，不穿鞋子，脚有没有问题啊？看一下，他就好奇看他的脚板，发现他的脚板呢都是伤痕，因为他没有穿鞋子嘛，所以有时候刮伤。他就心想，既然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不晓得全世界还有这么可怜的小朋友，踢足球没有鞋子可以穿，于是他当时就发愿，我。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让这些没有鞋子穿的小朋友们有鞋子可以穿。他就抱着他的这个心愿回到美国，他搞什么呢？他搞基金会，就募款，就是说送鞋到中南美洲去啊。可是呢，你说你这个 Mikoski 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他来募款，搞基金会，你各位觉得会顺利吗？
不对？大家非常不认识啊，他也不是李连杰，对吧？他也不是我们习大大，对不对？他也不是马英九，他没什么知名度，他没什么贡献力，谁敢去选他？不敢，对不对？所以不成功，不太顺利。于是他就想，捐钱募款这么难，不如我自己搞个公司，来送贴纸给小便穿。我这公司要能够自给自足，赚了钱把这个钱回馈给这小朋友。所以他就创了一家公司，这个鞋子叫做 Tom Shoes。Tom Shoes 品牌，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他专门做帆布鞋，对，类似你这种鞋子。来，那个同学，你可以把你的小鞠小鞋大家看一下，类似这种帆布鞋，知道吗？皮底帆布鞋，但是呢，它不是素色的，它是有那个条纹的，就是它有那个斑那个条纹，有黄的、有红的、有黑的那种条纹的。他专门做这种帆布鞋。那么这种鞋子可以当休闲鞋，也可以当这个球鞋啊。那他呢就打了一个口号，叫做 “Buy One for One”，“Buy One for One”， 什么意思呢？你再给我买一双鞋子，你也给我买一双鞋子，我就会帮你捐一双鞋子给中南美洲这些没有鞋子穿的小朋友，听懂我意思吗？那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你跟我要捐钱，对不对？要跟我募款，我当然也同情那些小朋友，对吧？可是我还得跑到邮局去啊，排队，排队还呢，这个，还要这个花这个手续费，然后去弄这个募款的事，这个捐款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呢，他有这个心，但是呢，他就不会跑到邮局去，可能麻烦，嫌麻烦。可是我今天我买鞋子。是我自己要穿鞋，对吧？我买了鞋子之后，可以顺便帮助那些小朋友，这叫什么？举手，什么？举手之劳。我本来就要穿鞋子嘛，只不过我买鞋之后就被发出一下，所以我当然我不想买这个鞋子。买了之后呢，走到路上去，哎，你也是 Tom Shoes 对吧？你也穿 Tom Shoes， 我也穿 Tom Shoes， 因为它品牌，它的那个。他的Tom Shoes logo 很好认，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原来我们是同一国的，听懂我意思吗？这叫做同理心消费主义。那他用这个百万头万，就让他的公司的这个鞋子